哦，是这个。 头发是什么样子的？OK，好，加油！还是直的，你喜欢？你觉得可以？嗯，你化妆师很厉害，真棒！艾琳，我能要拿一下你的学证？好，拿呀，来吧。这还好，真的。 我觉得上面可以，对呀。艾琳，给大家看一下你的头盔吧，你给大家讲一下怎么戴这个头盔。头盔是这样戴的。啊。第一步就是放头上，第二步有两步。这是艾琳自己设计的头盔，上面有她的英文名 Eileen， 还有一条龙。最后画下口红就好啦。 画完了，画完了。